又来到了牛街轿子胡同，清真穆德楼餐馆。你看这儿啊，非常熟悉的环境，小吃、松肉、扒鸡、丸子，我们到里边看看。我们要了松肉、炒合菜。葱烧豆腐、甜卷果、爆三叶、滑溜里脊，还有清炒虾仁儿。我还真不独面的，对，炒外头炒的都叫独面筋，独面筋，不知道面起的这名儿，独面筋叫。这是开了以后这么的味儿。是啊，对，开始就是。这个天津的面筋啊，这不是这咱也炸啊，都用油炸、嗯，这个炸出泡来，就是这就是天津的不是，天津的不是，它也炸，但是它不炸那么，然后它撕一块一块，里边都实的、哦，这里边就空了。哦，这是空的，对啊，这是空的。反正它天津的好多吃的跟老北京的不一样。这有的人拿这做成塞肉馅儿，嗯，这也挺好。这有弄个塞肉馅儿，独面。就跟那天津那就塞不了，它是实心儿，跟那个炸藕盒似的。您说那个是后来的菜，哎呀，往里塞馅儿。嗯嗯，这个你们不怎么，一般不怎么多。哦，您看南方，这塞馅儿也行，为什么这个？你这个也可以啊，跟您一样塞。你看塞什么肉？不是，咱们北方人啊，还基本上不怎么往里放馅儿了。是，您像那粽子。对，这就肉馅了。对。